吉祥如意，来临四月份，古巴迪很用心的为我们大家准备了这些，多玛替身的粉，已经加持过很好的，因为现在我们的情况，全世界还有我们马来西亚、新加坡，全世界都为了这个新冠病原的疫情很担心、很烦恼。然后古巴迪发心，在这个月，我们有参与蜜糖蜡烛法会的人，师父会用我们大家的名字跟出生日期。加持在这个多玛替身粉，连这个粉，因为我们做成一粒的话很容易破，连师傅发心在这个粉里面用我们的名字、出生日期还有星期宫来加持每一份，每一个参与的人点参与配套的人都会得到一份，师傅会用心为我们加持，那到时候我们可以做成自己要做成这个圆圆的，还是要替你们做了过后投入在河里面给鱼吃，就像说我们作为一个替身。一个替身，连将我们身体不好的东西呀、生病情啊，还是不好的东西，我们作为这个替身，连放在河里面给鱼吃，就等于一个替身。就像我们看戏有时候戏要做危险的戏，会请一个替身来帮他们做，那我们就做一个替身，连就等于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头啊、我们的手脚啊、肉啊，连就给鱼吃，就是等于鱼是阴晴在主来吃掉我们的东西，不好东西。连就像说这个多玛替身粉已经加持过了很好的，有里面会有甘露解脱源的粉啊，还有就是这个豆米啊，还有就是经过了万变的加持啊，还有这个去腥消毒，那就是为我们自己解脱冤亲债主缠身，还有就是他们的冤气他就是说给他们吃了，他们原谅我们。就像因为现在很多疑难杂症还有就是新冠肺炎，因为这个粉里面有一个就是关系到肺的，也就是说我们师傅会到时候会作为这个一个粉呢要。我们自己寄回给你们，连做回自己作为一个毅力，连长在手里面那里痛的不好的就感受一下，因为有经过加持，因为同时我们点蜡烛是帮助庙的，维持庙电费、水费、生活费，那种多一些钱是来做布施建庙的。连同时间我们法会过后，我们会供养师傅袈裟、饭菜、水果，师傅会帮我们回向功德每一个蜡烛都是师傅亲手写、亲手做，很用意念去来做的。连师傅这一次会准备这些一包一包一包的。一包一包的粉，来为大家加持个人的名字、出生日期，还有星期宫来加持过后，就这个粉加持，那到时候要寄给大家也是可以，还是要托我，因为有时候我去泰国放生鱼还是河边那个有佛祖的底下面有这个鱼的，我们可以做了这个圆圈，就是代表个人的躲替身。能拿去发啊，布施给鱼吃，就像现在有病情我们也怕。现在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们有钱都好，没有钱都好，我们大家都最重要是不要有这个病，不要这个新冠病来缠绕我们。那我们一路来做布施，希望佛祖、古巴迪、弥勒吉祥之光保佑大家会度过这个难关。现在是很严重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是可以，师父很真的发心加持这个多玛粉。给我们那哪可以化解，还有风水的煞气这些都可以慢慢的化解就是解除业障的病痛病苦作为替身化解能给我们的五脏六腑这些这个是制造的过程是佛门的整体行者，就是他们帮我们这个做这个粉，但是这个粉也不便宜，一包包不便宜，然后就是作为小小包。连就像财道法师在法会的时候会做那个用面包来做，但是这个类似有经过严格，连还有就是解脱甘露，最重要是给我们的冤亲债主得到这个这个甘这个多玛粉了过后，他们得到饱满，就觉得会肚子饱饱满这个福报因为我们是有佛光，我们有古巴迪的佛光、佛祖的佛光、天神护法保佑，因为我们用心的去做布施，师父也是用意念写在蜡烛里面，一份一份的写。那想跟大家分享多玛的在密宗多玛的制造过程有很多方式的同时间我自己也做一粒很大力的，等它干。这个很大力的多玛，就是说代表全世界，因为地球是圆的，现在全世界都有病，连我会做这个一个，拿去放进河里面，就像说一个小小的心愿为这个地球做一个多玛替身，就是做一个替身，然后放在河里面给鱼吃，也希望世界的
疑难杂症、新冠病原的一的原原理原发，说给他们鱼吃过后消除这个灾难，也希望用心的为大家来做祝福。然后，但是这个月的话，师傅很用心的为我们加持这一份多玛粉。阿弥陀佛，吉祥如意。那就像是这个，假如说有大家有机会得到库巴迪甘露水壶的话，里面有很多经文，有大悲咒，有九间庙的甘露水，然后还有就是药师佛秘法秘咒还有开喉咒，很多都我们可以拿去撒，希望这个世界的冤亲债主，我们身边的冤亲债主，大家都会得到这个佛法的加持，连得到饱满解脱，连我们身边就会轻松。希望我们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因为现在真的是，如果你有这个病，你有钱的话都没有用的。大家分享，这个是密宗的师傅在做这个达玛，就是这个粉，像这样粉，就像我们做一包一包的，也是这样子粉来的，连师傅亲手做的。这个是在西藏的师傅，然后各种各种的达玛有不一样的形状。然后师傅会做一些多玛过后，他们就会加持。但多玛有几个方式，有些是尖尖的，有些是一粒的，所以不一样的东西。有些是做一像一只东西替身，还有一条一条，所以每个都不一样的。吉祥如意，那想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是说因为不便宜，一包一包，那师傅发心给每一位信徒，这么多百多位信徒得到，每一包都会，每一个人都会得到。然后我们自己做用水。做成一粒这样子一粒，那我们自己拿到的话，我们可以用心观想，放在手掌。那里有痛的话，就动动来脚痛，就放在脚那边做一个意念，观想变成这个多玛这个替身。那我们到时候会投入进河里面给鱼吃，还是我们拿去火供也是可以，放在给鸟吃也是可以，是我们自己做看法。那左楼觉得自己没有空不方便的话，我可以帮你们，我会穿手套来帮你们做。师傅会加持过后，我们用帮你做一粒这样子，用心观想你的名字，到时候会帮你放进河里面给鱼吃，就像说做一个替身，做一个替身帮我们化解这一些不好的运程。那希望我们不会遇到这样的麻烦的病程。所以也做一个替身，要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每次我们都是观想，那我们做行动上的，实际上的，我们就作为一个替身，这个粉，给鱼吃，给动物吃，把我们不好东西吃掉，也同时间还给他们，来帮我们消除我们的障碍，我们的业障。阿弥陀佛，吉祥如意。然后想跟大家分享，每一个蜡烛都是师傅用心的亲手做、亲手写的请大家看一看，这个是师傅亲手写的，每一笔、每一个经文，师傅都会加持念经过后才下笔。然后这个是师傅在写的时候，然后师傅做好了蜡烛会亲手加、亲身加持，然后用星期功跟着泰国秘法方式，每个颜色、每个星期功来加持。然后同时我们加持过后，师傅会给我们供养三个坛，这个就是里面会有饭菜、袈裟在里面，然后大家的名字在这一边，这边是大家的名字，然后师傅会做一个仪式为我们大家接受我们的供养。阿弥陀佛，吉祥如意。在密宗中，这个供养是很好的，会给我们祖先还有冤亲债主化解这些不好的运程。那想参与的话，通知我。阿弥陀佛，吉祥如意。然后这个每一个被套都会有得到一包，师傅为我们个人加持。然后还有就是在250的配套的话 ，VVIP 的话都会有一个钱母，但是师傅这一次会用这个来做代表，这个是一个佛塔。这是银的啦，但是不是这个比较贵，这个比较贵的。然后因为东西在师傅那一边，然后后面那会有一个日月月亮看到吗？这个日月的缅甸法经文，是泰国很出名的古巴吉斯达，有一位师傅加持的，去到这个佛塔，这个是一个石头，这个佛塔就是说坚固不会倒，就是奇怪他们是会倒，但是他不会倒。所以很坚固，很多人都朝拜的。希望在这个250的配套是钱母的话，这个代表那个钱母了。我们要拿回会带也是可以，我们要入境佛塔，因为在泰国有一间尖庙，他们有做佛塔建佛塔。现在在筹备着供金。我们有布施的人，我会帮到大家一个人的名字，然后放进入塔，但是入塔在建设，同时间还没有入塔的时候，师傅另外一个师傅会在日夜加持。一路加持到佛塔建好可以入账的时候会帮我们入账。阿弥陀佛，是这样子的颜色的，只有60份，这个在参与 VVIP 的60份的人会得到这个一粒，到时候会入账佛塔。想跟大家分享
然后这一位就是库巴提斯达，很出名的，在泰国他们称为麦漆文人的转世的师傅。然后他当天也是去缅甸加持，然后这个就是库巴提斯达当天他手上拿着的，就是刚才我手上拿着的这一个银的。然后库巴迪勒赠送的是铜，因为银的很贵，这个有银有真金的。然后这个后面就是因为他照片找不到了，这个后面就是这个佛塔了，这个石头很大的佛塔，希望大家不要错过，阿弥陀佛，吉祥如意。到时候会得到这个，因为这个的话铜，它是铜的，连带师傅赠送的是铜的，连就是会帮我们入账，那还是说我们身边我们来佩戴都好，都可以帮助我们坚固，因为石头佛塔是坚固，那有18种的功德，那就算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祝福，有财运、人缘、健康、财富都会有。那如果我们要来佩戴也是可以，那如果我们要拿去入账佛塔也是可以，因为很好的福报。再如果放在炉塔的话，如果塔建好了，我们要放没得放了。那有机会要放入塔的话，还是可以，因为在塔里面世世代代，我们千年百年，我们重生都好。希望下一次我们有这个坚固的财富、坚固的能量、坚固的佛塔保佑，因为佛塔是人最人家会朝拜，人会尊敬，绕佛塔消除障碍，有机会给冤亲债主祖先升天。因为我们有财富，去哪里都会有贵人扶助。阿弥陀佛，吉祥如意，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哦。然后同时间到时候要想参与的请通知我。阿弥陀佛，那VVIP 的呢应该是会有60份而已。然后VIP 跟120块的就没有那个佛塔的，因为这个佛塔比较贵，因为请师傅也是请回来的。阿弥陀佛，吉祥如意。然后就像说这个多玛替身粉，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希望这一次可以给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因为我相信接下来日期还是蛮动，还要用心精神上钱财上都要一段的时间才能熬过这一些的这一次的新冠病炎的这个阻碍。也希望我们可以用心的、有智慧的来度过。因为库巴迪很发心，因为我们一路来的布施，最重要现在我们是要有健康，不要染到这个麻烦，是对我们是最大的财富了。身体健康里面现在对我们来说最大的财富、最大的功德、最大的祝福了。阿弥陀佛，吉祥如意。我也会做一个这样大哥的。这个多玛现在还没有干，等干了我会拿去放在海里面。阿弥陀佛，人就像说到时候加持过后要我帮你们作为这个小小力帮你们放弃和给鱼吃，就是不是给冤亲债主给他们吃，我们人就让我原谅我们，就像说我们现在有钱的话，钱是我们跟人家借钱啊，有命债啊、感情债啊，我们骗了感情啊、忘记去啊，还是跟人家借钱了没有还人家钱啊。我们现在有钱，我们有感情，我们有能力，我们去还给他们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把钱烧了还给他们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唯有就是透过这些布施，这个多玛，我们用这个方式给予一次，就是请冤亲债主来吃我们身体。吃我们的恨，就是恨我们、生气我们、grab 我们，就是咬我们，连做一个替身哦，给他们吃，给他们他们消他们的冤气过后，他们得到自由，因为同时间这个有得到有加持的能量在那边，有解脱甘露缘啊，还有经过加持啊，还有帮助我们风水方面的东西，那我们来布施给他们吃，就是一个方式转回给我们的前世的累世的冤亲债主。那唯一一个方式，那同时间师傅很用心，因为在泰国方式，我们泰国都好，密宗都好，最重要是我们做布施了，回向给我们冤亲债主，那同时间是回向将功德回向给历代祖先冤亲债主，给他得到原谅，原谅我们就会轻松了，那还有就是师傅会发心为我们布施给未来自己，最重要是我们还清我们前世的债务后，我们有能量，我就布施回我们未来自己，希望明天会得到更好。也希望大家想参与的请通知我，阿弥陀佛，吉祥如意。然后师父会送每个人都会有一包用个人的名字，这个经过加持的，阿弥陀佛，吉祥如意。希望我们大家都能熬过，也希望我们能轻松度过这个难关后，会发财顺利、吉祥、健康、平安。阿弥陀佛，吉祥如意。希望我们大家得到库巴迪的祝福加持。兴旺发啦！